是。地震，经理，蹲下。班长在哪？各位都非常年轻，这个首先要跟各位祝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台湾民政府这里的这些老师哈，或者是这些组织的人员嘛，不是老狗啦，老狗哈，现在要玩新把戏，那就是什么新把戏呢？就是要把台湾的这个真正的国际地位找出来。各位也许平常在学校里面呢，在读书呢，然后呢，你知道吗？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系统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啊，事实上都是虚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呢，各位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会被人家洗脑，然后洗脑以后呢，你会一直觉得那个才是对的，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呢，就是啊，真相总是让人很痛苦的啊。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真正能够让台湾人痛苦的原因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把它改正啊。那今天呢，我讲的这个课程呢，比较浅显。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到底这个台湾民政府在搞些什么事啊？各位可能看到很多资料，但是一下子从中间这样切入的话，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状况你会有觉得有一点模模糊糊说，说啊，你直接讲啥啊，啥拢无啊。所以呢，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讲，给各位祝贺的意思，讲我们家老狗啊，努力一段时间以后啊。都会教咱的少年啦，整个台湾将来未来的走向呢，都由咱第一届以及到遮的所有的少年人你若对这方面呢，你若有认真，然后将来要教互你阮遮是一段时间了，阮就拢总爱退掉啊为啥物呢？年纪不允许所以哎呦，今日看到有少年人来参加这个活动呢，阮感觉足欢喜足欢喜。我时间较宝贵吼，所以我来各位做介绍哈。咱今日要讲的政府组织与治理吼，其实这题目互我讲较无毋对啦吼，是国务院总理来讲的。我讲敢若无啥对，我嘛毋是国务院总理啊。难道这是要我做国务院总理的预兆吗？所以讲起来吼，就咱国务院总理来看就会比较美。下一页啊。本来我课是下晡的课啦，吼，临时迄个潘老师吼，潘老师呢，因为伫台中伫遐咧做裁判，所以袂当即个时阵来临时甲我调课哦，我较早三年我就做好。咱今日的即个课程吼，大概分做即四个方面吼，时间内就讲到完，时间讲袂有，咱就讲到一半吼，下次再来吼。第一项代志就是讲一个咱台湾的政经的现况，政经的现况，政治跟经济的现况。你可能就无感觉到，但是你注意去想，就是安尼，这就是要让你真正了解。第二项代志要来讲，这个法律甲事实的，到底咱台湾的法律甲事实到底差伫倒位？过来，咱即摆咱叫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就扛棒招牌在上面就是台湾民政府啊，另外我觉得叫做美国军政府啊，那到底有啥物关系就把它各位介绍一下。第四项代志要甲各位介绍这个即摆譬如讲民进党提名敏，也就是讲即摆市面上有一个叫做蔡天贵教授等等这几人伫咧努力台湾的前途因遐咱拢甲讲叫做独立建国咯就是讲要独立啦，然后要甲台湾建国啦那么将来呢，要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咱即摆世界是无性质的台湾嘛毋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嘛毋是一个国家，咱呢，咱到变成嘛无国籍你毋通以为你有国籍事实上你是没国籍的从国际法的角度，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我们是没有国籍的如何知道呢？
美国法院呢，在林志升先生呢去告美国的时候啊，美国法院给我们的判决是这样，说我们台湾人是没有国籍的。哦、所以呢，你这款情形下呢，咱有需要来研究一下，讲以这个独立建国论呢，跟咱这个咱即摆注定的这法理建国论，中间有啥物差异？哦，有啥物差别都有哈。啊、哦，下一页、嗯，这个两国论呢，各位有印象哦。较早李登辉捌提出一个特殊国与国关系哈、哦，叫做两国论，对吧？引起两岸之间的轩然大波，就可能无注意哈。我有空的时候，还是讲你年纪较大的时候，是讲你都会关心社会。咱即摆拢爱在关心家己的时代哈，啊，将来关心社会，你就知影哈、哦。这个两国论的，伫咱的台湾的这个思想呢，才讲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代志。两国论的意思就是讲一边一国啦，台湾一国啦，恁中国一国啦，咱两个都干不什么关系啦，叫做两国论。所以他讲的两国论呢，学习讲讲中国，就是讲台湾。啊、我今天你讲的这个两国论呢，不是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台湾里面就有两个国家，哦、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就有两个国家，哦、好，下一页，那就来我就过来讲哈、哦，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土地，各位注意看哈，这有一个台湾的本岛，啊，这有一个澎湖岛，甲周边的小岛哈、哦，但是咱这面顶无写，无看到金门、干妈岛对吧？哦。哎、欸，那么这老狗啊，哈，这个陈老狗啊，哈，无看到，哎，佮袂创唔到，讲金门妈祖那也无创在来，佮中华民国呢，即摆实际治理的范围呢，佮咱查金门干妈祖嘛，哈，啊，师兄，我甲各位讲，国际上人人都知道，金门马祖呢，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金门跟马祖呢，真的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台湾跟澎湖不是。这很奇怪吧？这就是很畸形的部分。我讲金门妈祖是正经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台湾甲澎湖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领土干咱金门甲妈祖尔，叫做残余领土。哦，就是讲国家去战败了后呢，到尾出一丝仔无去用，占据剩下的残余的领土。哦，所以呢，台湾唔是。啊，那么台湾啥呢？今日中华民国啊，搁伫这里啊，搁台湾跟澎湖的上面，在这里实施政权呢，这是美国人做的一个国，美国人开的啦，吼、哦，所以造成到今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无受到世界的承认，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吼、哦，这内底有真隐藏很多的秘密。各位呢，这里啊，就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学校去以后呢，我今天跟你起个头，叫所有讲的物件呢，咱一定爱记，吼、哦。就是讲吼，莫听我的，听我的无重要。我是甲你洗个头啊。比如讲，林志升先生甲何瑞元先生呢，伊在讲法理建国论的这个过程内底啊，啊，伊若其中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我绝对上网去，也是去找资料，觉得旧金山和平条约它到底全部长成什么样子，它到底里面能说些什么东西，我一定规篇拢甲弄个清楚，这样了解吗？哦，我今日甲你开个头，啊，你回去了去研究啊。这叫是研究方法，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老师。老师只是给你带进门，剩下就是要修行带个人，对吧？哈，就咱打个龙灾。所以老师给你起一个头，你后边懂广播去个了解，哈，安尼你迄个收获，这样形成你个你的思想，哈，安尼你将来才有一个，你这社会上呢，你才是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哈，独立思考。那每一个人我有独立思考哦，唔通受别人的影响哦。别人对，咱就对，咱就讲对。别人讲，别人若唔对，咱嘛袂使随便附和，明白无？哦，这就是咱身为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伫遮。啊，咱别人拢听咱的，安尼唔对哈、哦。所以今日你来遮，你可以抱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啊，你等于去研究，是不是你所看到的同款？啊，同款你就相信，如果无同款，你也在怀疑，哦，因为咱在研究物件嘛，哈、哦。下一页，那把这个用一个三角框框，把台湾甲平哦哈，给放在一个框框去，因为我用这个三角形是有用意的，因为一些组织的形态啊。下一页，台湾甲平哦呢，经济四月份的统计呢，有2300几万人哈、哦，就是讲，你也知影咱台湾内底呢有两款人，徛伫这台湾的所在哈，有两款人，
一个是对中国流亡来台湾的，一个是咱本土比较自己的台湾人，那有两款人。啊、哦，那么这个家人总共加加起来了呢，2300万。啊、哦，恁知影什么叫做流亡来台湾的中国人吗？就是蒋介石带来所有的人军民，哈、哦，对中国。中国战败吼，中华民国伊迄条做和毛泽东甲打败以后呢，流亡到台湾来遐人，咱叫做流亡的中国人吼、哦。那么各位一定爱记哩吼，那即我即摆讲的这是国际化的吼，从国际上吼大家都认识的，大家都同意的，有共识的这个讲法来讲吼，唔、哦、是我家己发明的吼、哦。咱台诶各位捌看过，过去捌看过一片电影吼。有闲恁倒来再去网络上去做哈，叫做金凯瑞院，啊，金凯瑞院的叫做那边叫做讲，楚门的世界，啊，恁来再去遐看哈，楚门的世界哈，就是哈，根本就是拢在讲台湾，迄个楚门呐，啊，金凯瑞院迄个楚门啊，都是台湾，啊，啊，所以就是外靠的世界。那么楚门呢，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岛内底呢，一切一举一动呢，拢有摄影机伫内底啦。伊照伊剧中所讲来讲，伊内底有5000几台摄影机，随时在拍摄楚门的生活的点点滴滴，24小时对外的播放的但是楚门这个人唔知啦，伊唔知讲伊从安排做主角，从细汉就开始啊，一直到20、30岁啊，伊逐工拢有迄、那个。摄影机的拍，然后呢，一直传到世界各地，所有的观众、哦、都在看他，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演员，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演员。但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全世界人都知道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哦，干那咱台湾人唔知道咱家己的国际地位哦，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对啦哈。所以咱有需要去来研究哈，对对咱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哈、哦。下一页。所以流亡的中国人大概有200万人左右啦，已经无到精确的统计，因为还有通婚的问题，到底是被改算伊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很难算、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咱家俩差200哈，那本土台湾人呢差不多2000万的哈，所以加起来差不多2300几万的哈、哦。那么这里、個、台湾民政府呢，没搞故意要呢，就开始发这个做台湾的这些身份证哈。那么这个所在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区分开来，就是流亡的中国人跟本土的台湾人呢，要把跳开，啊，要把跳开，啊，跳开了呢，接下来很多的事情才能做，就是身份要先把确定，啊，下一页，这个流这个三角形就是所有的台湾人哈，所有在台湾的人哈，包括流亡的中国人跟本土的台湾人哈，那么这个流亡中国人超200万。啊，本土台湾人咧超2000几万哈、哦，那么这里200万咧，徛伫咱这个组织吼，就社会阶层哈上悬的所在咧，差不多200万。这200万人咧，拢做啥咧？做军人啊，公教人员啊，拢做白领的工作。反正当然咧，因拢是坐伫咱这个社会内底上高层，啊、哦、啊，然后咧，因拢是统治阶级，因拢是领高薪的，啊、哦。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社会运动的时候吼，比如说叫做红三餐，红三餐是什么？那个叫做陈水扁的动算的时阵呢，是不是有一群人出来开始在闹有无？拢穿红衫的话，那叫红三餐啦，吼，餐啦，吼，因遐拢是流亡中国人，占大部分。遐人逐工因做军工教退休了呢，逐工拢有退休金哦，伊拢有10个月领退休金嘛，吼。然后呢，那政治运动的时候，伊弄出来，因为伊跟咱的农民无共款，咱的农民呐，一工无去做，咱就无通食，对不对？但是因是唔免做嘛，有通食哦。啊，各位，因所领的钱呢，是不是咱的税金白互伊因领去的？啊，啥物人创互伊领呢？都中华民国政府创互伊领。所以遐人呢，食咱，搁再继续搁求咱，搁徛伫咱的头壳顶。恁注意个看，演艺人员内底哦，70%哦以上哦，拢是。所谓外星人，啊、哦，所谓外星人，
这拢是有很多的不平等的所在。经公教人员贵级嘛，拢双用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哦，好因那集团拢讲，诶，一旦去做经公教人员哦，啊，咱台湾人啊，真可怜啊，一半个啊，哦，一半个内底，咱讲叫咧两三个啊，哦，所以咱台湾人的政治地位是不平等的。那希望把这个状况改善啊，下一页。那么李登辉有一个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哈，就是讲台湾跟中国哈，啊，即摆啊，这里啊都外贸特殊国与国关系，就是台湾对两国哈，下一页，啊，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人哈，就是拄只讲的是差不多200万的人哈，另外下卡这地呢是另外一个哈，下一页，那么中华民国的人呢，那个称呼一个流亡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伊因较早因的首都啊，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伫南京哦。你去看历史书，你80%看，我即马讲是真无错的啊。伊的首都是南京。所谓民国，即个39年哈，民国49年哈，迄个时阵呢，蒋介石家己走来台湾，然后伫台湾这边讲恢复，复行世事啦，讲伊较早伫中国的时阵呢。讲咧撕掉这个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啊，然后呢，迄个总统有什么人代理呢？迄个叫做李宗仁啦，吼，李宗仁呢，中国赤化以后呢，这个都沦陷以后呢，伊这个李宗仁逃到去美国，这个都蒋介石招来台湾，部队拢逃来台湾，逃来台湾了呢，然后伊家己伫这个做台北这边宣布，讲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台北啦，啊。然后呢，这个他呢，讲伊要复行世事啦，哦，迄阵世界无即个例啦，讲总统辞职了，讲无经过任何的程序，来甲人讲到伊别个所在讲，我开始要阁做总统啊，安尼吼，无即款代志，即国体拢无成立的，啊，啊，即敢若中华民国有诶啦，哈，所以这是一个真笑话，但是全世界拢知啦，哈，所以即流氓来台湾，什么叫流氓呢？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所在建立以后呢。伊甲迁伊个首都去别个国家，然后唔是伊个领土个所在，去遐建立一个政权，迄叫做流氓政权啊。那么举例吼，即摆世界吼，即摆流氓政权哦，上少要三个。哦，咱讲一个甲咱可能较比较有一点仔关系吼，达赖喇嘛对无？达赖喇嘛是毋是爬过喜马拉雅山，走去印度北部有一个叫做达兰萨拉？啊！你啦，做印度政府呢，予伊15平方公里，我15平方公里，予你去居住，我租你啦，吼，我租你。然后呢，达赖喇嘛的政府呢，就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呢，成立一个叫做流亡政府。啊，你了解无？就是讲，你的国家不能离西藏了嘛？结果你无伫你的领土边境嘛，你走去别人的国家去，啊，伫迄个所在吼，甲建立一个政权，迄个叫做流亡政权。啊，这是中华民国完全同款，伊的首都伫南京，伊的国家伫中国。那么即摆因为内乱的关系呢，所以即摆搬来台湾，然后伫台湾建立一个政权，即就是名副其实的流亡政权。啊，伊绝对一点啊都无违反国际法。啊，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的人呢，家的特性就是蒋氏的统治权贵，政经利益的剥削者。啊。国民党那有遐侪党产，真简单嘛。即、這个做最近台北市毋是有办即个做花博？哎呦，人迄个德国吼嘛办花博，人用40亿个台票吼办咱台湾的花博3倍多，够较水，够较庞大，3倍多。咱台湾呢140亿办即款规模，迄钱到倒去，上少差100亿，100亿到倒去了，你看袂？安尼了解无？所以咱安那甲讲是一点仔都无效，为什么政权拢用掉掉？所以这个政治无解决，咱台湾人永远真可怜啊！咱台湾人应该是有非常好个哦。今日呢，就是有200万人去吃咱的物件，甲咱抽咱的钱哈，甲咱抽税，所以造成咱今日中南部的人呢，足侪人是散吃甲无饭通吃哦。啊，咱这些人啊，如果若离开台湾呢，咱家己收税，家己用，咱独自有伊，大家人薪水。大家你的待遇呢，绝对拢起3倍以上，我甲你保证。哦，今日就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吸血虫，甲咱台湾直直吸血。啊，平常我们看不见，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动作都
是这个哈、哦，这就是这个啊、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有绿卡、哦，伊嘛等于讲台湾吼、哦，唔是伊的国家哦，所以因拢当去外国申请绿卡哦，加拿大啦、美国啦吼，还是讲其他国家吼、哦，还是去摕到伊的公民权哦，因拢时时刻刻都被走。我的朋友都是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做外省人，我拢常因去弄讲。好，我介绍好朋友啊，大家有同学的关系，所以因在想啥我拢知啊。啊，大家差不多拢有立场，啊，啊，那我都有公民权，时时都打包去做的，啊，因拢都是这款怕死的，包括卖研究嘛，同款，啊，所以呢，你唔通是讲这是小代志，这是大代志，哈。OK， 下一页。啊，另外一个呢叫做台湾国，啊，这个国要被承认啦。啊，中华民国啊，表面上已经看到了，哈。形式上已经有啊，但是呢，对台湾讲呢，只有实质而没有形式哦，看不出原因啊。这页，啊，咱这台湾国的人呢，就是什么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伫日本天皇哈，1945年啊，民国34年啦哈，这个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哈，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就迄天要迄天的时阵呢，伊是台湾人呢。迄天的时阵，伊是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哦，安尼叫做本土台湾人，即个就是咱在讲的2000万多人，哦，即就是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哦。那么即个拢是政治受压迫，经济被剥削，哈、哦，差不多有85%的人口，哦，咱即摆就是讲，即个甲过去，哈、哦，南非同款啊，少数的白人去统治大多数的黑人，完全同款的模式。所以呢，15%人口哈，10%人口来统治咱差不多台湾有90%人口嘞，这款嘞哦，甲咱社会咧食个种肥就对了哈。好，下一页。所以我就要讲这个做两国论，就是讲咱台湾这个所在呢，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中华民国，一个叫做台湾国。哦，大家这边就保持这么关系就好。所以呢，这个叫做两国论，关系讲是这个部分哈。那么这个中间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那台湾人呢，有85%，要唔过呢，实际上恁无啥物政治影响力，是迄个10%的人有政治影响力，恁绝对无哦。所以恁是比通敌，伊是通敌价。好，下一页。安尼讲呢，各位感觉真生硬啦，或者是有点不太赞同哈。啊，恁即摆来，用这里有做牧场。来个举例啊，来个解释这个动迁状况啊。叫一个叫做牧羊人啊，哈，啊这边啊就是牛羊啊，哈，啊咱今麦就要来讲这个故事啊，这页。啊，中华民国呢就是牧羊人，啊咱这个台湾国家做牛盖羊，啊这个牧羊人专门在统治牛羊，哦，以牧场来讲，那么这个牧羊人呢？这是逐天的哦，迄牛吼，乳牛逐天在甲你挤牛奶。啊，啥物叫做挤牛奶？你知无？啊，你讲那我也无讲挤牛奶，我也是牛啊。但是实际上，你逐天拢在挤牛奶，每天不是有各种的税费你要缴吗？你开车经过高速公路要不要缴钱？迄、那个40块是啥块钱嘞？中华民国块钱啊。你去路边停车呢，你要停车费哦。这个停车费也是一块钱嘞。过来叫人家才叫人都跳跳每5公里，400公尺哈，跳一跳，迄个就是中华民国决定的，哦，所有的代志拢中华民国决定，所以今日水费、电费、所有的生活一切费用，拢当中华民国给你规定的。所以呢，即个每天呢，你眼睛一睁开哦，就在花钱的，哦，即个啊做税费的，逐工你拢得拿啦，这就是我形容的讲啊，逐工都在给你挤牛奶啦，而且他认为要跟你收多少钱呢？他们就决定了啊、哦，就不用跟你商量啊、哦。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如果你是绵羊的话呢，每年要跟你好好的剪一次羊毛啊、哦，羊毛绵羊几年要叫我搞一遍羊毛哈、哦。啊，基本上就是羊毛啊，那边的羊毛呢，我才有下哈、哦，就是要报缴所得税。你每年都来哦，到底你赚多少，统统报出来，然后交钱。你要注意哦，中华民国是一个经济国家政权哦。你甲交迄个钱去了，就是伊个啊！伊想要哪样就要哪样就对了啊！你一点啊都无办法啊！
啊，应该是要回馈回来，结果不是啦，你讲都甲你收收起来，想要哪样就哪样，哈、哦，这就是个报表所得税的部分，哈、哦。这个另外，这两个牛羊呢，啊，你若要吃草呢，啊，要吃水呢，你家己去找。哇，这个都马英九政府呢，无咧甲你照顾地啦。你若都营养午餐吼、哦，你无钱通担吼，也是讲你无这两个处理太散架吼，也是这个健保费你无大老百姓到，就是讲相关的。哦，所以你纳税合法，你应该一注意你的事的话，跟我无关的，所以至少家己去做啦。要哪食饭，你家己想办法啊。所以咱的政治上的已经扭曲到非常严重哦。啊，如果说你这些牛羊哦，你若要甲反抗哦，就家己抓，就家己抬，对不？因故意伫这里做台湾的历史上呢，比如讲228事件，为啥物遮年纪较大的人呢，大家拢定定在讲这個，啊，故意可能无感觉哦，因为啥物有连带责任。哎，这个代志对台湾是非常大影响。反正那个228事件如果不发生，咱台湾即摆上就进步两三倍。为什么？因为228台拢是精英哦，台湾的知识分子哦，拢是做医生的，无就是做报社社长的，无就是伫个社会上有很有影响力，遐拢当台长，一摆台十几万哦。所以咱台湾呢，因为安尼固一个了，大家台湾人拢真惊哦。啊，所以精英台了了，大家拢戆戆。啊，所以台湾的前途无人知，台湾的地位无人知吼，一直到最近这个几年来的这个何瑞元先生啦，这外国人都走来甲咱拯救台湾，所以我拢甲称呼伊是咱台湾的国父，将来的国父啊。为啥物？对咱贡献太大啊，因为咱台湾这个真正的这历史地位呢，而且在叫显著啊，咱台湾人无人知啦，就叫这个外国人来甲咱处理啊，就是积极处理的啊，下一页。所以呢，这个过来吼，要甲各位讲讲，咱就是这个台湾人啊吼，下较这地吼，这畸形的部分啦，一个分做两种啦，哦，各分做两种，一款呢叫做认伊是，注意哦，伊是本土台湾人哦，仍故伊认同中华民国，哦，认同中华民国。那么另外下较这个人呢，叫尊重的留洋呢，伊无去认同中华民国，内心内底真痛苦吼。干那安尼尔吼，啊，这下人呢，这下做，这砖红色的这地内底，这下做，伊虽然是中华，虽然是本土台湾人，按规矩认同中华民国，哦，啊，所以这下人呢，咱甲称呼讲，伊啊做投机性的牛羊，伊假扮为牧羊犬，就是讲，平平吼牛羊吼，拢四只脚打伫涂骹嘛，哈。然后呢，伊就披上一件这个外衣哈，然后变成牧羊犬。牧羊犬干什么呢？协助这个啊，做牧羊人哦，当来通敌这个台湾人，能了解吗？各位知影有啥物款的这款人无？各位知影无？帅哥，有没有概念？我打个比方，吴伯雄是不是？吴伯雄因阿伯啊，是叫国民党二二八事件甲掠去甲枪杀，规身躯个衫甲痛甲成就安尼，骨手表啥物人拢甲绑了个，金牙子嘛是煞绑起啊，哦，啊甲曝尸野外，哦，照理来讲吴伯雄应该是恨那个国民党才对，结果他不是，他还是当国民党里面的人是吧？他还是忠贞的国民党的党员，叫做奔到台湾党，披上一件外衣。然后还要协助国民党来统治台湾人，来剥削台湾人啊！这就是这个叫做有一群人的，咱称呼他叫做牧羊犬。啊，像类似这款的人还够有无？除了吴伯雄以外，还够有无？王金平是不是？是不是？好、哦，所以呢，足济人吼、哦，所以将来咱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样做。你若认同中华民国吼，你就不是本土台湾人，这样了解吗？哦，因为你都无去帮助台湾人，你专门去帮助歹人的，对吧？哈，啊，帮助迄个做匪徒的，哈，去抢人的，哈，就这款歹势，我感觉当作是中国人，哈，你没有什么参政权，哦，咱是慢慢来做，哈。所以咱这个叫做中间这点呢，叫做认绝作父，就咱为政治私利，哈，来做鹰犬的打手，我们本来够假咱的牛羊，哈，就可怜的，咱台湾人可怜。这些人上苦啦，哈，本来你是跟我是同款，啊，不过伊为了伊个个利益呢，伊甲披上一件外衣以后呢，变做中华民国，变做国民党的党员，
然后回过头来呢，取得政权的里面的一点影响力，然后回过头来过来搞 Q 哦，这样是最好的啦，哦，这也，所以这款人呢，咱这个牧羊犬的部分呢，叫张快乐，咱称呼他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哈，这个郭牧师哈，郭宏斌先生啊，有课哈，我本来有讲对吧，哈，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各位。因拢会用上网，你上网去甲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伊就甲你告诉咱整个的故事。这是一个瑞典的故事，就是讲，加害者甲被害者中间呢发生质变，然后呢，被害者呢不但无去唤醒这个做加害者，反倒转来这个被害者再去帮助加害者来做歹代志，安尼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发生在这个瑞典的首都哈，也抢银行的告诉哈，而且就是人格心理上哈，认同上有问题哈，而且咱台湾的这样做牧羊犬哈，都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哈，这各位呢有兴趣啊，我台讲的名词去等下爱去去个查看，哎，到底的贡献哈，因为我时间我得较少哈，下一页啊，所以咱在台湾呢，这内底呢，也当安尼看哈。其实分作三地，一个是统治者牧羊人，一个是牧羊犬，一个是咱本土的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呢是牛羊，逐工做行在互人在剥削，哦，所以呢，咱是真可怜的哦。咱台湾人会当真好个，咱一年会当创造偌济产值，咱会享受会当做到偌济哦。所以咱希望台湾民政府将来有一天会恢复咱这个真正的地位，咱台湾人哦，读书拢当免钱，哦，咱的钱借干哪样？但是呢，就是因为政治的关系，人家只用提了了。啊，国民党的东山兵队来，真简单嘛，拢台湾人的钱。所以将来咱有义务去甲东山拢对等啊。啊，借着美国的这个保护，这个国际这个做资源的，也拢爱妥妥等啊。啊，因为那时候都不对因来讲是不义之财啊。下一页。接下来呢，要甲各位介绍这个这两个名词哈，这两个名词呢是真重要啊。咱在座有同学读法律的吧？怎么样？举手让我看一下。因为你若读法律的，我就讲较深啦哈。啊，那你若无读法律，我来讲较浅，毕竟就无遐简单啦哈。OK， 再一页。这个是拉丁文哈，这是法律的专门用语啊。这个发音呢叫做做旧。Judicial 呢，意思是啥呢？就是法律上的、权力上的。各位将来若去看这外国的文章内底，你若去点头讲对这法律来时阵，大概拢会用到这个字，也叫做 Judicial， 伊意思就是法律上的。另外下骹这个叫做这个发音吼，我是对迄个叫做Google 吼内底有迄个做即时发音吼比较多，因为我弄足济人。每一个人讲的读音拢无同款，吼，啊，所以我拢无必要，我用 Google 的，吼，叫做一个 fact， 吼，一个 fact， 这就是讲事实上的，吼，故意爱记哩，吼，咱即卖啊，叫法理建国论，吼，法理建国论的，咱咧讲是比电这个，就少，吼，就少，所以，咧，爱注意法律上的。就叫是法律上的吼，甲事实上的是无共款。比如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物地位，咱怎啊研究出来？可是实际不是，哦，这两个无共款。这是理想，一个是实际，哦，一个是应然，应然就是讲应该是安尼。啊，另外就是实然，就是讲实际煞变做安尼。和应然甲实然是无共款的，哦。那么这是中间有差距，咱爱去努力，哦，这就是在座各位中来蛮努力部分。所以咱拢是将来台湾会当建国上有贡献的人，哦，这个生命内底追求的是有意义，哦，有意义，就是咧追求生活上讲啊，我食较好咧，睏较好咧，然后就赚较侪钱，也是讲这个做西面子吼，做知节代志，哦，你的生命意义伫底呢？这才是咱来去追求的。今日各位咧，拢来参加这个活动咧，伊咧追求你的生命意义，将来台湾的历史上绝对有你的名。你的子子孙孙哦，大家拢会记得你。啊，为什么？因为你在做对台湾人有利的代志。啊，阮家老狗哦，先做一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呢，就交给我。啊，
这个所谓的希望哈。所以这就应然，应然就是在讲讲应该是安尼啦。啊，什么叫做实然？就实际是安尼啦。所以中间两个有差别哈。下一页。所以这里、林志升跟何瑞元哦，伊所提出来物件叫做法理建国论，哦，是一个论述，一个主张。啊，我认为台湾应该是安，啊，你的根基是啥？我甲你问，啊，你来讲，我是安那安那安那来的哦。各位读大学的，也是讲你将来读研究所、读博士，那么将来你要写论文，啊，你的论文袂使我说了算的，哦，你要有根据，啊，你根据是啥？就是这个法理建国论的根据，哈，好，对我来讲，哈。所以咱这派呢，咱这派伫咧研究咧，何瑞元甲林志升呢，这叫做联合论述哦，当时叫做联合论述啊，这叫做法理建国派啊，法理建国派利用国际法的法律呢，要来诉台湾建国啊，这个主张这个。但是呢，各位有注意看无？事实呢，就是无建国嘛，就是要差足多嘛，这个差距呢，就是咱将来努力的部分嘛，啊，下一页。好、哦，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法理建国会，就是讲为着要做这个法理建国的这些行动呢，咱有组织一个叫做法理建国会。啊，法理建国会呢，就是一个组织。啊，法理的论述呢，那是一个主张，啊、哦，一个看法，啊、哦。那么为着要讲这个法理建国论，简单讲，也讲这个福尔摩沙，哈、哦，福尔摩沙呢，就是包括台湾甲澎湖，哈、哦，澎湖群岛。这个澎湖群岛为什么跟台湾呢？为什么分开写？哦，其实拢爱去想啊，哈，因为这真重要啊。因为台湾自古以来的这个啊，这地位呢，澎湖跟台湾是不同款啊。所以你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把台湾跟叫做 Pescadores， 叫做 Pescadores， 就是澎湖群岛啊 ，Pescadores 这个所在伊个国际地位呢，伫外国人、西方人的这个观点呢，跟咱台湾是不同款的。这个也有兴趣，先去改研究哈。所以以这个这个法理论述来，就会把台湾跟澎湖呢分开来的，而不是台澎一起啊。为什么这样子？各位先去研究哈。所以假设福尔摩沙呢是代表台湾跟澎湖的这个群岛的整个的附属岛屿，包括个南沙群岛哦，那拢是台湾的土地哦，哦，你千万唔通误会哦，讲迄唔是哦，迄是哦，哦。是国际上承认的哦，不是我讲的哦。好，那么那是福尔摩沙华理建国会啊，这个福尔摩沙哈，我看有当时咱台报资料哈，有当时有写的，讲啊写个草字头，哦，福尔摩沙华理建国会那是错的，那不是草，那是沙，哦，就不一样哈、哦。所以啊，拜注意看哈，人写的就是草字头啊、哦。下一页，所以呢，这个华理建国论是主要是根据国际法。因为台湾的问题是基础世界大战哈，所无解决的国际问题，绝对不是国共的问题，国共问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是国际问题，就是讲美国跟日本战争，哈，当时咱台湾是日本的领土，那么美国跟日本战争了，日本战败，战败的土地呢，叫旧金山和平条约，叫日本放弃，哦，啊放弃了呢，无交予任何一个国家。哦，无教好任何一个政府，所以咱即摆伫空中咧飞啦，就是一张所有权状嘛吼，一张所有权状伫空中飞过来飞过去吼，即摆来要落去倒去，来要伫上飞机啦吼，所以咱台湾即摆无所有权状，所以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台湾也不是国家，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领土主权嘛，所有权争你无嘛，所以当然你人拢无甲你承认你是一个国家，这样了解吗？所以咱要注意去看，世界各国伫咧讲遐代志，人家是后面是有背后的道理，尤其是国际法的道理啊。下一页，各位可能无一定够了解国际法，简单比较甲各位介绍一下上面叫国际法啊。国际法较早有人称号叫做万国法，啊，某人讲叫做万国公法啊。那么这是共一个系统的物件啊，因为这版本伊会一直变。然后随着时代的演变，它会一直增加或者一直修订。但是呢，这个东西都是国际法，看大名叫做万国法，或者叫做万国公法啊。那么现代名称呢，叫做国际法啊。那么国际法里面呢，用这个适用对象来分的国际公法跟国际司法，
什么叫做国际司法呢？就是哈、哦，国家国中间内底私人的权利义务的关系哈，迄、哦、叫做国际司法。啊、哦，就是讲，比如讲啊、美国人甲日本人两个结婚，啊、哦，即摆走来随便讲，走去菲律宾结婚，啊，将来要离婚的时阵呢，安尼是要适用日本国的离婚的法律呢？还是要适用美国的法律呢？还是要用适用结婚地菲律宾的法律呢来办离婚？哦，这个是国际司法，要了解吗？然后还这里都有人在飞机上刚抢劫劫机了哈，啊，这劫机呢，那个飞机是美国的飞机，啊，这个人呢是这个中国人去劫机，啊，现在犯罪了，现在这个劫机犯呢是要适用这个劫机犯是中国人吗？那么这个将来判刑的时候呢，是由这个中国的法院呢来个判刑，就是伊个国籍国嘛，吼、哦，迄个劫机犯的国籍国来个判刑，也是要利用这个做飞机的国家吼、哦，飞机是有国家嘛，有国籍嘛，吼，也是利用迄个飞机的国家的国籍来判刑，吼、哦，就这叫做国际司法，对不？就是私人的代志，不是国家，不是政府之间的事。一块来叫做国际司法，国际间牵涉到个人哈权利义务关系的一块的法律哈，可以叫做国际司法。那现在呢，让这些法理论出来，这不牵涉到国际司法哈，一部分的啊，但很少啊。大部分都讲国际公法，上面都是国际公法，就是大概讲好咩啦？政府中间哈，国家国中间的法律啊哈，的约束哈，叫做国际公法。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哈。国家呢，国家主权是至高无上的。无一个，要做一个组织，一个政府，讲伫咱的国家之上哦，伫咱电话就啊，叫咱下骹的叫做每一个国家拢遵守国际的单位对吧？联合国是不是我们国家上面的国家？不是嘛，伊是国际组织嘛，对吧？所以伊不是，伊充其量干咱白大嘞啊，伊是国际组织，对吧？干咱像咱伊是同学会咁款，对吧？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哩哈，这个。无国家平等，无国国家啊！国家的至高无上的主权，至高无上啊！所以这个无一个款啊，做组织的义务独立对任何国家行使哈立法权加司法权哈，这是无啦。所以第二个，国际公法是国际法是建构在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就建立一个条约，大家你要加入无？我拢加入。比如讲联合国呢，即摆会员国偌济国呢？190几国，啊，190几国拢是用国家身份加入的。台湾会使加入无？会使加入做联合国会员无？会使无？台湾都不是国家，所以袂当加入。因为联合国是以国家为会员啊，所以袂使加入。啊 ，WTO 呢，谁来使加入？因为伊唔是用国家，用经济体。所以在搞做委员，这样了解吗？好、哦，所以联合国呢，这里啊，这是按照形成，我该定个联合国宪章。然后呢，你若要同意我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人，你大家拢来签约，讲你要加入啊，加入你都要受这个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哦。你若违反联合国宪章哦，我联合国才给处罚，这样了解吗？好、哦，所以呢，这个国际法呢，伊甲咱一般国内这里啊，都咱从那相对国际法呢，咱称呼这个叫做内国法啦，不是国内法哦，是内国法哦。相对国际法这边叫内国法。啊，那咱国内法呢，这边就法院定好了呢，叫做总统公布，啊，然后呢就施行，对吧？哈，啊，怪你啊，都不是公道讲，你若是啊，都超速，要改个罚100万，你就叫罚100万哦。哎呀，都还是国内法哈。所以就无共款吼，无一个世界，无一个国家，也是组织定定法律咧，全世界拢啊同样的无即款组织吼。所以国际法是建构在条约或者是公约吼，建构出来。如果你要接受约束，麻烦你去加入；啊，若无你卖加入吼，这就是这个各一个叫做惯例吼，各一个叫做惯例吼。所以这个惯例的部分呢，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这个将来有时间吼。这里有个何瑞元先生啊，可能会讲各位啊，各讲这方面哈，或者已经讲过哈，这页。啊，国际法内底呢有平时国际法甲阵时国际法哈，阵时的国际法呢一般拢无啥咧研究，因咱的这个地图哈，
用时间来讲起来吼，烧钱的时间较少啦，和平时期较侪啦。所以大部分的人拢去研究平时国际法，那么战时国际法较少人去研究啦吼。啊，不行，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呢是二次世界大战所被解决的问题，所以咱来去看战时国际法。好，下一页。平时国际法就加啦，国际人权法啦，这个海洋法啦，外交跟领事公约啦，条约法啦，啊，还有一个条约法公约，条约法公约吼，讲哦，后摆咱全世界若要国家国中间若要来定这个国际法的时阵，定这条约的时阵哦，咱要有一个规范，所以定这叫做条约法公约，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啊 ，OK。这就是平时的国家居民跟领土，譬如说人人都应该有国籍，哦，不应该让一个人变成没国籍。那如果变成一个人没有国籍，那一个国家要负责任，这就是平时国际法，你了解吗？哦，所以大部分咱台湾的上重要是咧讲战时国际法，下一页。啊，战时国际法就是咱一般称呼一个叫做战争法，哦，所以各位看啊，林志升。而且何瑞元的这个资料来对呢，那讲到战争法，你会记哩，等于查字典，还是等于查网络吼，伊甲你讲，上面叫做战争法啊，战争法的战时国际法啊，伊最主要是咧讲战争某方法的，譬如讲，这个中华民国甲咱讲，讲伊抗日，抗日八年吼，啊，实际上，用国际化角度甲看起来，无来到抗日八年。一个民国26年到34年，对吧？抗日八年，对吧？那种就便宜了。为什么？国际法不行的呢？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啊，1941年哦，12月7日哈，偷袭珍珠港。第几天美国国会对日宣战？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中华民国呢，在更后面一天，在1941年12月9日呢，对日宣战。国际法是，你若要修正哦，你讲宣战哦，那无宣战叫做武装冲突，知道吧？你国际法无保护的，哦，就是讲国际法并不保护你这不宣而战，哎，不遵守啊。所以从1941年12月7日到1945年啊，这里啊，这个日本投降为止呢，那叫归零，那叫归零，欢迎光。那中国对日抗战以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呢，对日抗战啥地方呀？不是八年，我们都被骗了啊！好，下一页。战时国际法这样各位简单看了，有几个系统啊，一个叫做海牙公约的系统啊，各位些资料哈，恁有需要，恁会使来甲咱后壁先生吼来甲伊call哈，恁好等了，而且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去查，通通是存在的啊。那接下来日内瓦公约的体系啊，缅甸叫海牙公约是咧讲。修建的时阵啊，袂使用啥物方法建，安那建吼，拄到迄个面顶有一个十字的迄个救护兵啊，你就袂使共开枪。啊，有诶较聪明诶国家讲，安尼真简单，我说阿边个面顶拢甲画十字，安尼吼，拢出来修建，安尼毋得啦，安尼即个有办法，安尼好无？哦，所以即种说战争是有章法的，不是可以乱干的，哦，因为国际的角度哈，即海牙公约最主要拢在讲这哈。哎，看这日内瓦公约哦，就是较属这个红十字会保护战俘，比如讲那个阿兵哥吼，就得跳俘虏去了，啊，被如何被待遇，那了解吗？会使个虐待吧，会使从卖送中国家，卖送自由联盟，会使就违反国际法啊，这是都不行的，太业。好，过来就来各个国际红十字会哈，有战争的部分哈，就是有关那个到被谁哈，比如讲这里啊，都可能会到被谁发生战争啊，做难民哈。啊，都将我讲得无错。哎，流亡中国人哦，即卖伫台湾哦，叫做建村，你知无？建村用国际法的角度呢，来改一个名，叫做啥？你知无？小朋友，你知道吗？叫做难民营。那个建村每一个战村叫做一个难民营，你懂吗？一是伫中国流亡来加一难民嘛，对吧？所以是难民营，这你要记住哈。这个叫国际法的观点，它是难民营，它一个叫建村啊，事实上它是难民营啊。好，这个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啊，就是叫下哈 FM27，这 F 的是 Field， 这个啊，这个 M 的是 Manual 啊，手册 ，Field 的是战场哈，也大丢的啊，叫建民啊，战场手册。这个美国啊，
这个政府伊是一个真守法的国家，美国的法律呢对任何人都适用，美国总统嘛守法的。但是咱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唔免守法的，因为中华民国总统比宪法国较大。啊，伫美国呢是法律吼比任何人拢较大，大家人拢要遵守哦，这是足大不共款。所以这个伫台湾呢，这个中华民国呢，伊时时有法度改变这个叫做宪法内底规定，伊那边遵守。哦，伫美国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好，即、這个美国呢，因为着要让遮个啊，做军队吼，伫即个战争发生战争，还是战争后、战争前、战争后、战争中，所有的代志内底有关的即个国际条约吼，为着要互执行吼，伊全咧美国的陆军部吼，全咧当作编号，了解意思无？根据国际法，跟他的这个阿兵哥吼，这些军队的这个整个状况，伊专编一份陆军这叫做战争法的汇编，了解无？用按那个人修剪，按那剪吼，这样子弄弄到国际法里面引进来，然后具体规定他怎么做啊、哦？这就是一重要的所在，就是反映的所谓的战时国际法。所以咱有当时爱记啊，水资料啊，因为国际法有当时咱读不遐准，读不遐济。过来一个叫做美国最高法院的战争的判例啊，美国家己讲事情啊，美国嘛常在讲建国啊。啊、所以呢，美国呢对这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美国法院有当时人嘛去改过哈。美国法院做一寡这个判例啊，你也知道美国是判例的国家哈、啊，就是讲较早有同款的一个情形哈，经过宣判过，后日呢佫发生同款的一件代志出来，情形该同款，应该要判同款，哦，这叫做判例的重要性哈。下一页，要研究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哈。有这么多东西我们都要去谈、哦、就是说你如果要做何瑞元要做林志升、哦、这些都要滚瓜烂熟、哦、而且较伟大的所在就是如何知道说要找这些、啊、这就是何瑞元的功夫、哦、何瑞元的功夫、哦、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好好谈、哦啊、你就把台湾的道理完全清清楚楚，你就在做楚门的世界里面那个楚门、啊哦、你这边问我、哦、下一页啊、哦，所以这个何瑞元跟林志升呢，因主张华理建国论啊，下一页，这个认定这点呢叫做国际法律，法律是这么长啦哈，从、哦、长度来讲，法律这么长啦，啊，而且这个事实上伊的地位呢，事实上伊的地位呢无够啦，输啊了啊、哦，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红色那块呢？迄就是啊，做甲法律差偌济一部分啦，吼、哦。各位也知哦，法律是全世界拢承认的哦，哦，唔是咱讲的哦，是全世界拢承认的哈、哦。所以呢，我要甲各位讲讲面顶啊，吼，面顶这地啊，面顶这地是咧讲台湾，啊、哦，面顶这地是咧讲台湾，啊、哦，这个台湾的法律这么啊长，吼、哦，这么啊有道理，可是呢，一丝丝啊。啊、哦，实际上就是说，政治权利国际地位就是说，下骹这个呢是中华民族，伊的法律就是说，按古伊实际地位正尔济，吼、哦，佫会使统计来，对无？吼、哦，这就是无公平的所在。所以呢，这个咱即摆咧研究的，就是这个法律，啊，要安怎甲这个部分法律甲实际互伊共款，这就是咱爱努力的部分，啊、哦。那么另外呢，这个。这个法律一丝丝啊，然后呢，实际这么宽，这么大，地位这么大，那么这要给矫正，要给切掉，要给切掉，这就是中华民国，你知道无？法律一丝丝啊，啊，实际地位这么超宽哈，这个要把它切掉，要矫正。那么无论是这个还是这个啊，无论是这个叫做带努力的部分，还是应切掉的部分呢，那么拢爱来找美国。哦，找美国国会，找美国法院呢，来甲咱主持公道，吼、哦，安尼咱台湾呢，才有一天会拨云见日，法理地位跟实际地位是一样的，啊、哦，所以咱即摆真重要一件代志，咱的国际法理地位呢，这就是吼做很多联合论述内底咧讲的，讲咱的这个国际地位是啥，吼、哦，在各位手内拢有吼，所以咱即摆。包括公民权利法案等等吼，这些资料呢，其实呢，拢是这内底物件吼，啊，才爱咱执行吼，爱咱努力吼，遐物件呢，拢包含在吼。所以各位要知道的一件代志就是说，台湾的国际地位是
完整的，但是呢，实际上跟它是有很大差异的。接咱将将来爱来努力啊，嘛、哦、是国会的职责。再一，啊，有关这个台湾民政组织法呢，我草拟一个法案啊，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了啊。下一页，再下一页啊，这简单甲各位讲解哦，这个台湾民政府哈，加，啊，加民政府叫台湾民政府哈，台湾民政府的面顶呢叫做美国军政府，美国军政府的面顶是美国总统，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一件代志呢，今仔日咱伫遮咧做台湾民政府的活动的时候呢，咱的头家哈，咱的头家。咱的头家是美国总统，咱的头家不是台湾的老百姓，哪样意思嘛？咱唔免去叫伊甲咱邓酸票讲，咱的法理建国论述吼，拢全台湾的所有老百姓拢同意啊，是讲过半数以上的人都同意吼，安尼咱才能做代志。因为咱的头家不是老百姓，咱的头家是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总统一票比咱台湾的2300万票较大，哦，所以咱若找美国总统来甲咱解决代志就会使啊。台湾的老百姓呢，会同意唔同意？不重要，这样了解吗？啊，因为咱台湾的国际地位今日会安尼，拢是美国造成的，所以美国要出来收拾残局啊。那么美国，咱台湾民政府也在讲是美国军政府内底一小部分，这样了解吗？啊，那是伊包伫内底，所以咱是过渡性政府，咱的国际地位要不正常化，这是过渡中的一小。一段时间而已哈，将来咱台湾爱主题爱建国，嘿，爱用这个招牌先完成，这样知道吗？啊，比如讲你要去买物件，你总是要掏钱嘛，那掏钱的动作啊，然后才能买东西嘛，啊，所以这个台湾民政府呢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当然美国军政府也是过渡性的政府，过渡一段时间了就无去啊，就变成另外一个名称，比如讲叫做台湾国、台湾共和国，还是叫做啥？迄、那个部分咱即摆没有设定，就是讲将来要由所有的台湾的这个老百姓的共同本土台湾的共同共和决定咱将来国歌、国名、宪法哦等等哈，加咱将来这个共同决定。但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啊，哦，这个过渡这个阶段完成以后呢，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走到那个阶段啊，就国际化啊。那么台湾民政府现在这个过渡政府呢，大概分做三部分：参众议院、国务院，或者呢叫做最高法院啊。这是咱这边草拟的组织，这个也是战争法的规定，咱袂使跟你换边。啊，比如讲叫做台湾民政府，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呢，这个字呢袂使改。你若改做台湾国临时政府会使吗？袂使啊，违反战争法，违反国际法，所以就不行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简单甲各位讲，这个军政府甲民政府中间的关系哈。那么军政府来台湾了呢，伊要做啥呢？做两项，一个叫做国防，一个叫做外交。国防是啥物呢？咱的阿兵哥通通退伍啊，美国爱保护咱台湾，是国际法的规定嘛，战争法的规定嘛啊。美国爱保护咱台湾人，因为咱是伊的占领区，伊爱甲咱保护啊，所以咱袂使去做兵，做兵就奇怪。他有迄个占领者哈，来咱台湾，甲咱，比如讲中华民国是占领台湾，那占领台湾，那个对台，注意哦，那是敌对关系哦。啊，伊即卖来咱台湾，甲咱征兵，啊，是要保护啥？保护台湾人，还是保护中华民国的人？这是矛盾的事情，对国际法中国际法的规定哦，不遵安尼做，所以被占领区的人哦，不可以被征兵，哦，所以咱阿兵哥，咱家在做直播的哈。拢叫红征兵去哦，将来拢爱送小，通通叫讨回来啊、哦！啊，看是要折算偌济钱哦，通通赔偿哈。那么外交，咱这个美国军政府来台湾了呢，咱马上就加入联合国啊。为什么呢？因为咱变联合国的副会员，美国是正会员，啊，咱是副会员，所以美国军政府一进到台湾呢，我们台湾马上变成联合国的会员，那么简单不？啊，迄个什么 WHO 讲，只要你袂当入去做会员。啊，就美国军政府入来外交，就伊在来探处理啊，所以咱马上就变 WHO 副会员，听懂吗？啊，所以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对吧？你要加入联合国，上简单嘞，就是美国军政府来，美国总统派一个总统来台湾，安尼咱马上就加入联合国，马上就加入这个世界的各种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对吧？因为
美国爱跟他坦白。好，那么除了国防跟外交之外的，就是民政治理啊。这个民政治理的部分呢，由台湾民政府来做。所以呢，反正呢，台湾民政府呢，跟他管民政的国防跟外交比赛，法院美国分政府来管，那未当参加。啊，伊找咱去参详，但是咱未当去甲做否决，了解无？你管理一下，指挥咱家，这些都是国际法的规定，不是我发明的，这样了解吗？我们要先有共识啊。下一页还有吗？啊，下一页大概没有时间讲了哈，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呢，非常高兴哈，有年轻人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哈。那慢慢啊，恁了解了呢，我相信主要恁也是。这个叫做读书有甲读过读字的吼，每一个人应该是袂反对吼，应该是会认同咱这个法理建国论是正确的吼。所以呢，将来呢，要希望各位呢，当接任这个办啊，那么现在呢，你就必须要加入，然后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哈。有一天美国人派大使，啊，是讲派一挂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人员来的时候，恁可能拢爱去甲伊见面吼，恁可能有足侪机会甲伊做这个做外交，还是讲公务上的接洽。所以呢，咱爱记哩，咱的英文爱练好，英文吼，当然爱好好啊练吼。因为现在目前台湾民政府的一个足重要的方向呢，就是讲，咱英文呢可能会变做咱台湾的官方语言，安尼知无？未来的走向吼，这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咱台湾的可能这个说官方语言，其中有一个就是就英文，啊，所以呢，各位要好好的练习英文，不要把它小看哈，你也是尽量的哈。今日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哈，谢谢各位。起立。李正，经理，好，谢谢。坐下。有剃刀卡甲方。好像有为各位准备年轻人的礼物，应该这样可以用餐。Thank you.